相声的时候，你脑子里想的是谁呀、啊？疯了吧，疯了吧！郭德纲像话吗？各大综艺确定不邀请秦霄贤常驻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他舔话筒吗？他呀？那能？谁呀？说相声舔话筒？大家好，我叫秦霄贤，上来给您说个传统的节目。端剧鬼才上线，要不是边上的小姐姐解释，粉丝猜到过年也不懂他的意思。男主家族聚餐，看着一身朴素衣服的女主，男主掏出黑卡说去买身体面的衣服。去买身体面的衣服。我琢磨这是啥衣服呀，就是身体表面的衣服，后边不让有。这东北 rap 和散装英语太接地气了，在谭健次的眼神中看到了钦佩。根本拦不住天赋和努力造就我的酷，快乐全部都环绕在我 room 的色次度 50 better move， 没时间及时休息呀，给你的钱让我弄你呀，谁掉线让我有你呀，美丽祝福就当给你买礼物。一句话暴露了文盲的本质，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名不虚传。没有榨菜吗？没有榨菜吗？啊，榨菜，榨菜还是蔬菜，可能是蔬。没有山菜吗？山菜，山菜是道明寺的女朋友。哦，山菜，山菜吗？回去再好好认字儿，多读两本书行不行？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，弟弟买飞机，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熟。我想让我兄弟给我买架直升机。哎，别干，没事，那兄弟肯定不是我。这会儿又不是兄弟，这会儿不是兄弟了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弹个钢琴戏这么多，我都不知道先笑哪一个了。这么瘦吗？ Thank you. Hello. 本以为老秦说的可能是反应力，但看弟弟的表情，又好像不是了。大阿姨看这边。王鹤棣，你好快，你好快，当节目组端上了一盆蔬菜，老秦每一次的回答都出乎意料。狗尾巴草。我看你像草尾巴狗。几个字？两个字。常见吗？常见。嗯，挺常见的。柳树。